大家好，我是安森，超级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让这个频道成长到了现在的规模，也带来了很多我原本从来没有想过的拍摄题材和产品，甚至得到了很多出乎我意料的大厂商来合作。一直以来我都秉持着拍好东西的原则，这四个字可以有拍好的东西和把东西拍好两种解读都说得通，并且带来最真实最详细的体验分享。但是要用这么高标准高单价高画质的模式来经营真的不容易，光是开箱的商品价格就都是很恐怖的成本，还不算我持续采购拍摄器材和认真撰写文案的时间成本，这些都是为了能够不断进步，带来更扎实的内容和看起来更舒服的画面。当然随着频道成长确实带来了更多业配或植入性行销的合作机会，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把重心放在我真正想拍你也真正想看的内容上，尽量减少对各种广告的依赖，这样我就更能维持一直以来的坚持和风格继续经营下去。所以我决定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加入会员之后就会得到赞美太阳乐高脸的专属徽章，还有将来会持续增加的专属表情符号，也可以在专属的 Discord 聊天群组里面和大家一起聊天。我很乐意在里面分享任何我对频道经营的 PayPal 产品的使用评价、游戏或影视作品的心得，或是我平常买的更多玩具。在群组里的讨论内容也很有可能成为我制作下一个影片的题材，如果有余裕我也会再来做会员专属影片或是直播。除此之外也会提供我自己经营或是有合作的电商品牌的专属优惠码，苹果的周边、乐高的文具，甚至是各种吃的、喝的、用的生活杂货都有。偶尔我在国外收集乐高零件的时候也会多买一些丢上去，又或是有些我拍完但是我自己实在重复太多用不太到的产品，也都会当作会员的福利。总之加入频道会员不仅仅是对我的坚持表示鼓励和认可，也可以帮助我减轻对业配或是各种广告的依赖，让我把时间和力气都花在我们共同都喜欢的内容上。无论看到这边你是否决定加入，都感谢你的支持，很欢迎你可以加入看看。反正就算加入了觉得跟自己想象的不同，你也可以下个月就退掉都是没问题的。希望能够在会员专属的 Discord 群组见到你。这个软体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熟，之后摸熟一点再来做个介绍和教学。总之欢迎加入，我三声下个影片或是 Discord 专属聊天群组见。